超声刀通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，并传输到探头，精准定位到皮肤的筋膜层，刺激胶原蛋白增生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达到紧致提升效果。打开设备，进入面部超声刀界面，清洁探头和肌肤，划分治疗区域和禁忌区域，涂抹凝胶，能量调节至客户承受能力之内，但需有酸胀感和刺热感。4.5 探头是用颈部和脸颊，3.0 探头是用颈部和整个面部，1.5探头是用眼部和脸颊。术后多敷补水面膜，注意防晒。热力素通过高强度聚焦型的超音波产生热量，消融脂肪，分解脂肪的同时能够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，填补皮下脂肪空位，使治疗后的皮肤平整光滑，富有弹性，能够永久性的破坏皮下脂肪，直接减少脂肪数量，不反弹，无需手术，十分安全。进入热力素界面，操作参考超声刀，1.3 探头适用于腹部，0.8 探头适用于四肢，